是戴佩成，我妈妈是李雅玲，我妈妈有短头发美丽的脸，妈妈是一位善良的人，因为每天煮饭给我们吃，我觉得心里十分快乐。妈妈最辛苦的时候是照顾妹妹，因为妹妹都很喜欢哭，所以我希望妈妈在抱妹妹的时候 我可以帮忙妈妈。妈妈辛苦了，因为每天抱妹妹，喂她喝奶，帮她洗澡。在我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要认真的回报妈妈。妈咪，母亲节快乐，儿子佩成敬上。